大家好，今天是7月30号，是8月期指第一个交易日。昨天，当然了，今天就是要交收了。昨天是期指结算日，昨天弹了700多点上来，很多的朋友是因为之前当然做好友了，被压迫到无气头，一见到弹了700点之后就认为可以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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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不记得了一件事，昨天是期指结算。期指结算会怎么做啊？很多大户都可能是想不到，今次的市是竟然两日之中是跌2000点的。